即係我都知道，即係當我大個咗嘅時候，我媽咪都講咗啲阿姑嘅 background 俾我知啦，就係、是、咁公公咧，咁佢就對阿姑唔好，咁可能但係阿姑咧，佢係覺得忍啦，為咗家庭啊，我要一個好完整嘅家庭，咁我有兩個仔女，咁我就唔會因為我嘅唔開心而破壞咗呢個家庭。咁到我媽咪大咗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媽咪同阿姑講嘅，即係話你咁唔開心，你不如即係。你不要為了我們而逼自己啦，你離婚啦，即是你分開啦咁樣，咁就變咗阿寶有呢個勇氣去分開咗。咁我覺得今次真係墨西哥，我覺得好難得嘅機會，而且墨西哥嘅男人好熱情啦。咁我覺得可以，喂，不如玩一下一樣比較開心啲，就係、是、做一個 wedding 咯。成個過程都好開心，因為咧我都未試過嘅，一世人都係過一次結婚啫嘛。嗰、那個結婚唔係好理想，哇！今次你幫安排到墨西哥咁遠嘅地方嚟結婚喎，點會唔開心？佢成個 wedding 出嚟又佢好開心喎，即係我好驚噶，本身咧即係我都話佢比較傳統啦，我有啲驚咧佢係可能當我係當佢公仔咁樣冇啊，但係好彩嘅係佢好信側邊嘅人講嘢嘅。一路行過嚟咧，都有啲即係人咧喺度話 congratulations， 就要 getting married 咁樣，即係外國人喺度問。咁佢我就翻譯俾佢聽啦。佢話真係㗎，佢哋真係覺得我好靚㗎。咁一個兩個三個，久而久之咁樣，佢就會即係增加翻啲自信心喺自己度。跟住即係我成件事，我覺得真係好開心咯。雖然我唔知點講啊，總之個開心嘅程度係，我覺得好難有第二件事去 cover 翻呢件事咯。嗰啲外國人哇咁祝福我，幾開心啊！個個都話我好靚啊！哇，著起婚紗嘅阿姑真係索到不得了啊！今次 Vivian 親手幫阿姑扮靚，好成功咁滿足佢未著過婚紗同影靚靚婚紗相嘅願望。雖然阿姑有段唔開心嘅婚姻，但係講到尾，人冇話冇咗邊個唔得。女人無論幾多歲，只要放得開，依然可以獨自美麗。睇下阿姑就知啦。剛才跟婆婆化妝，其實整件事是本身很開心的嘛，但因為呢講一下，因為呢你就算同一個人對視都好啦，你很少會很 detail 地望每一個細節的，但是化妝這一 part 呢，因為你要幫他每一個角落，那查一下查一下抹一下抹一下的時候呢，就發現哇，原來即我有幫他化妝，即這幾年來隔咗幾年，哇！婆婆真係老咗好多，即係可能會開始喺度諗啊會唔會自己即係擺太多時間喺出面啊，朋友啊，或者男朋友啊，或者其他嘅工作又好，乜都好啦，就唔擺時間落佢哋度，冇去好真正去留意佢，唔好話 outlook 定乜嘢都好啦。所以嗰一刻你一見到即係嗰啲好多嘅皺紋啊或者斑啊，就即係諗真係老咗好多啦，寶寶。今次你幫我搞得我好開心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費重温更多精彩節目，任你選擇。